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毕业快乐！今天是非常温馨的日子，所以个人请代表南投高中来为我们高三的毕业生祝福。希望你毕业以后，大家能够顺顺利利。当然，我也知道。这几天刚好是我们国三毕业生写五年志愿的时候，6月30号就是放榜，所以今天虽然大家毕业非常快乐，不过我相信国三的同学心里也很坎坷啊，你到底要录取哪一所学校，又到哪边去这个就读哦，所以这些祝福我们所有国三的毕业生。当6月30号的时候，你拿到榜单，都是你心里想去就读的一所学校。当然，不一定是南投高中，在座很多的我们其他高中的这个主任在场。不过，你如果愿意把南投高中拿到第一次的第一志愿，我也代表南投高中欢迎你。不过这么多人要一直到南投高中读大，那六月初，我们这个国中会考的时候，各位到学校来这个考试，各位的表现还有老师的用心，我们学校的用心真的是很难得。所以南投国中给我们社区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肯定。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两校更合作，两校的同学表现都能够更好。所以这边祝福大家这个毕业后真的能够顺心顺意考上你理想的一个高中的就读。谢谢所有贵宾、所有家长以及我们所有师长，祝大家心想事成，事事如意，先推。因为是兄弟学校，所以我特别邀请他哈。但是我们在座还有很多高中职的学校，所以我们所有毕业同学在未来选择你想要读的科系，选择你想要读的学校，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心想事成。感谢王校长的祝福。那其他的与会贵宾都很客气，那我们来宾致辞部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